在 Taman Chimarinda 的 Coffee。这间在二条路的餐厅 Wine Garden， 下午是卖泰国餐，晚上喝酒的。这间是在 Pekin China 理发店，Pekin China 角落餐厅，
不要，这是板凳哦。来这里吃叉烧。看到对面有建宫庙，就过去看。